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叔叔学校。今天我们在玩建筑大赛和这个小弟你好。没有错，我不要再玩什么战墙了。战墙是不是？战墙是没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会玩建筑大赛吗，小弟？我会。这次呢，我们是在一个队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现在非常良好。我也觉得挺好的，在一个队上面，在一个队上面呢，我们就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但是主题还是要一样的，主题是监狱，我们要画个监狱出来。你知道怎么做监狱吗，查迪？简单吗？并不知道啊。不，查迪，这次是你第一次玩，所以我让你当领队，你告诉我怎么建。不是吧？真的假的？是的。那就用黑曜石好了。好的，我们要用黑曜石，观众朋友们。然后我们要怎么建啊？我觉得有七分钟。有七分钟啊？对。那么多。挺少的，时间过得很快的。那你等等啊，我很快，我这个不用七分钟，应该七十秒左右。我知道你很快，查理，我知道你很快。哦，我那个挺慢的，哦，那个。哪个？我那个挺 lasting 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挺 lasting 的还。没有错。你也挺好的嘛。牛逼牛逼牛逼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呢？你做黑曜石门吗？要去地狱还是什么？啊，然后你放铁笼下来了。为什么我的你牛逼啊，兄弟，你哪里学会的？可以吧？你说什么东西？这个铁笼啊，哪里学会这一招了？然后你继续往上搭是吧？我帮你，我也会这一招。我从这个少林寺学会的，搭这个铁网、铁笼。可以可以。我从少林寺学会的。要留个门，对不对？要留个门。留个门，要留个门，为什么要留个门啊？就不能把他判无期徒刑嘛？哦，不能把他判无期徒刑，为什么不能？我最爱给别人判无期徒刑啊！这个门，他直接可以进出，这还要监狱吗？啊，这叫家，查理，这叫家。监狱和家一个最大区别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可以进出出，好吗？你等等，我先找个铁门嘛。啊，没有错，铁门。什么监狱啊？在里面关什么？在里面关猪吗？要帮你为什么是铁门合不紧啊？为什么这铁门合不紧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合不紧。就这样子怎么样？你喜欢吗？就我给你的礼物。我们觉得我们这满分啊，可以。你满分啊？真你妈！监狱，下面地板都不一样颜色。为什么？看不懂啊！天哪！可以。好了，这样怎么样？这样大家可以看出来这是监狱了吗？啊，要放些火在旁边。你看我现在给你这个什么，想这些主意，你知道吗？看好了，大家为这一招，看我这一招，查理，你会吓死的，你会很开心的，看我这一招，你会吓死的，真的。你说弄类似护城河那种吗？不，你看好了，你看好了，查理。好的。你看好了，你看着好，然后你的下巴就要掉下来，因为你要太惊讶了，说哇塞，竟然这么牛逼。好的。哇塞，竟然这么牛逼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就吓死了，知道吗？看好了，这样。还有四分钟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啊，就是火，火在周围啊。哇塞 ，CT 怎么那么牛逼？是啊，你看是不是就这样？这监狱怎么样？这监狱绝对满分啊！我觉得监狱需要一些主题建筑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。什么主题建筑？你要弄成 GTA 里面的监狱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在想，你在想这个监狱需要什么主题建筑呢？我在想啊，我不知道应该有什么主题建筑啊，查迪。哦，对，我们还要弄个预警嘛。你有什么主意吗？弄什么主题建筑？我不懂什么叫主题建筑，哎，弄个雕好了。该弄啊！你想的有点慢，查迪。这个思维有点跟不上，你知道吗？可以。可以是啊。我最喜欢做这种东西了。绝对满分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肯定满分呐、啊，不用想啊。对啊，那种外国人最喜欢屌了。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啊？中国人也喜欢。中国男人也喜欢是吗？中国男女都会喜欢屌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等等，你知道我还要加什么吗？在这屌上面。加什么？绝对满分。你等等，我先找到了。哎，你怎么做了？是不是啊？我这个菜鸟专家我已经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你这个吓不到我的，我会的，吓不到我的。
对啊，这个蛋跟方的一样，什么东西啊？看不懂，看不懂，看不懂，这样差不多。那就射高一点好了。射高一点是吧？射多高啊？对。是不是想起了你年轻的这个样子，查理？对，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。就是你年轻的时候。对，还要留下来，没有错。还要留下来，滴下来。还要留下来，滴一点点下来，牛逼。没有错。我们可以拿第一名这次。绝对啊！绝对，这是没有人出来。你这七分钟过得有点快啊。七分钟是过得有点快，已经过五分钟了。可以，这监狱绝对满分，对不对？这监狱绝对满分，你觉得还需要加什么东西再上去？你说这屌上面吗？没有，我说是监狱上面插地。哎呀，你这没有主次不分是吧？真的是，我们现在要造监狱，好了，我们屌上还要加什么呢？真的是插地，加个消音好了。加个什么？消音。消音？为什么要加个消音呢？你的消音的声音啊。消音的声音怎么加消音啊？就是在屌上面加消音，屌上面按右键。我最喜欢屌上面加消音了。你是用什么牌子的消音器啊？可能是淘宝上面的那种要充气的吧。啊，是吗？我用杜消音。杜消音什么鬼？对。哦，原来你说这个东西呀、啊？你是用杰士消吗？没错，我也是用杜消音，杜消音比较好用。杰士消怎么样？没用过，没用杰士消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粉红色，所以杜消音不错啊。是吗？你比较喜欢草莓味吗？没有错，我也喜欢草莓味，草莓味最棒了。草莓味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没有错。虽然不喜欢吃草莓，但是我喜欢吃草莓味的这个东西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有这样的？有的。哇塞，酷哎！这样子有这样的？哎，在。诶，我刚想错了，因为本来我想说日本的麦当劳有那个草莓酱的薯条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不对，应该是巧克力酱。啊哈，草莓酱薯条听上去非常不对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的不对，听上去非常的不对。你说什么非常不对？草莓味，好，你知道怎么评分吗？哦，不知道。那个，你右键第一个就是最烂，右键最后一个就是最厉害，就这样。第一个红色就是最烂，对吧？对，红色就是最烂，是的，肯定最烂呐、啊，肯定最烂。左键右键，给所有右键，我感觉我们要给所有人最烂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错啊，没有这种想的吗、啊？这是我们的，我们不能给自己。肯定最好啊。对 ，WTF OK， 他们都吓死了，小学生都已经吓死了，都吓死了。哇塞，这个人七分钟做成这样可以啊？好吧，给你第二个好了。为什么这做成这样可以？他做什么东西？他没做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觉得吗、嗯？我觉得我们得第一名了。我觉得我们肯定得第一名了。我觉得其实这次徐虎不在，我们终于可以得第一名了，有生以来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是徐虎在？因为徐虎每次他都什么都不会弄，他就在那里站什么都不动，然后画一个很屎的东西出来，然后说：“哦，好厉害，我好厉害。”现在有了你，还有TNT，就不一样了。好笑。TNT好好笑，为什么TNT好笑？就好好笑，很好笑。哎呀，我忘了给他评分了。忘了给他评分了。是左键吧还是右键啊？右键右键没反应啊？右键有反应。好的，我给所有人最烂，因为 我已经不想评分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是最好的，其实，所以给他们评分也没有什么用，其实真的没有错，我们那个是最棒的，我们那个肯定是最棒的，查理不用想了，不要质疑自己。完了，这个好像比我们厉害。完了完了，那也是给他最烂的，那也是给他最烂的。我们第十名，已经有排名了吗？我们第十名，怎么看我看不懂哎。你按 T， 然后看那个 Your Score 那里，你的分数好了，现在没有了。看上写 Tenth Place，、哦、我们32名是怎样？我们第十名，那是分数上面，我们第十名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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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共14个队，查理。那我们啊，第十名，我们那么棒，我们倒数第四，这不科学。我们倒数第四，查理，你搞错了。所以呢？我们太烂了，我的天哪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有塔尔出来了？这喂，他是要把我山姆全部吃？不不不不，塔尔，塔尔你不能这样，
不行，头儿。